好，我们现在人在藏寿司，因为今天亚米妈妈最想要的三丽鸥扭蛋活动开始了，所以我们为了亚米妈妈能够获得更多的三丽鸥扭蛋，我们是不是要来努力一波啦？他说吃个四十盘吗？首先林立新亚米点的是豆皮寿司，林立新的第二盘是鲑鱼起司鲑鱼，林迪安娜的是蟹味霸甜虾蒜香猪五花。哦，这是蒜两盘呢。阿娘，我这鲑鱼是突然怎么变好贵的感觉，这样80块。寿喜烧牛肉。牛肉。原来 他那个还要自己先把肉分开，好有趣哦。cheese 猪，林婷都怎么点餐的？我们看一下，这是蟹肉加鲑鱼卵，对，这个是三合一的综合版，然后这是有干贝的，我还先是这个，这是鲭鱼。这是鲑鱼。建东妹妹点了一个茶碗蒸，不好意思，她没有盘子，这个不算在内。之前都用盘子，她现在给我用碗。林林鱼的茶碗蒸。茶汤匙，茶汤匙。不够贵吗？不够贵。也是。这个是鲑鱼加鲑鱼卵。对。很多都是空盘呢。空盘空盘，好吃的都不见了。它这里面是尾鱼哦。感觉这边很适合跟同学一起来。鸡肉龙田羊握寿司，我们这次呢吃了25盘。这样绝对是美了啊！被苍蝇拍挡住了。下一个没有。大家好。哇！穿过去了。失败。应该不会吧？那么多盘，我们有5次的机会。没有。哎，不要搞！咚咚咚咚，有了，终于有了，中奖！终于有，哈哈哈！会抽中呢，选蓝色的那条啊！再吃光了，我叫你选蓝绿色那条，失败，一样是射击哦。总计1颗，会抽到什么呢？哇，我爱的 Melody， 这是吊饰，然后有点软软的哦。不错看，总共吃了30盘，来看看我们可以得到什么扭蛋呢？中毒了，好难过。继续。这种又是抽的耶，人家要抽黄色，抽乐。他还是抽同一条线。他不抽黄色，真的不会抽。我在后面。变了，竟然抽中了。所以我们是第。
三次抽中，对不对？好。开枪喽！对着他，好像就很难了。哎，啊，被挡下来了。啊，第五。开心啊，脱掉了，这只鱼太肥了，继续不能鱼了，哈哈哈哈，那只鱼绝对不是我，那是我们最后的机会了，起哟，等一下哦，让它熬了，哎，最后一颗唯一的扭蛋会是什么？来，这个是库鲁米的公仔，而且它是他们那个盘子的，可以跟旋转一起过来的哦。不过蛮可爱的，然后它是一个吊饰挂包包上。